是从7岁开始接触独足漂，最开始接触呢，是因为身体比较瘦弱，学习咱们的独足漂呢，可以强身健体。喜欢上独足漂呢，是因为，自己的身高个子不高，然后在舞蹈学校呢，不被老师看好，然后也被同学们歧视，然后觉得在舞蹈生涯里面没有自己的舞台，因为个儿矮的女孩是没有办法登上咱们的舞台。是独足漂，它给了我一个小小的舞台，它可以让我看到希望，让更多人来喜欢我、认可我。所以说我特别喜欢咱们的独足漂，也希望一直能把它流传下去，让更多人来一起喜爱独足漂。